哇，系咪听到好大风声咧？系，我靠近啲同大家讲下。话呢个地方咧就系边个地方咧？北海道啊。咁而家咧感觉咧即系好似十度嘅感觉咁样啦。咁但系咧就系、是、温度我谂有十零度嘅，因为咧风好大啊。呢个地方咧就有呢个游览船啦，可以坐下咁啊，搭游览船出去。呢个地方好多嘢玩嘅，点解咧？呢个系函馆港啦，旁边嘅地方就叫沧浦。不过改建成咧就活化啊嘛，改建成好多嘅即系商品店啦，咁啊好多嘢可以睇到睇下，即系深嘅 monitor。咁你睇到系上面咧函馆山啊呢个地方咧就有缆车，如果你睇紧缆嘅地方 ，cable 嘅地方系咪？睇到啊，即系呢个地方可以搭落去嘅。夜晚咧就可以睇到呢、这、一个。台灣一邊是春英海峽，一邊是一邊是這邊是函館港，那那邊是春英海峽，就是過青深的領域，所以看到雲相當多。這裡有人形石碑亦都是呢，前面這個地方呢是有一間很這裡很出名的 Hamburger 的店，即是鋪頭的，那個就很多層的肉啊菜啊這樣。OK， 而家好正到。呢个风啊比较细少少，挡一啲风，咁啊好好嘅。呢个地方就好值得去啦。即系你话有半日时间，即系譬如咁啊，好轻松咁样喺行下街咧，亦都好唔错。OK， 好，介绍到啦，咁多先，下一次。再找一些新奇的點同大家講啦，咁啊今日未必上函館山，因為十幾年前上過去噶啦，睇過夜景噶啦，咁可以即係呢個地方度行下啦。OK， 就咁啊。